好，我是小苏，今天我们去加工红薯粉条。阿豆下去了。不能去吧，我媳妇都玩小的去了。是，看这是咋回事了？哎。白亮给他，你们叫干了啊？不着亮，它不冻亮啊。冻亮就得。冻点就是还要太阳还多种说呀。长就种。哎呀，你姐姐啊，只能用语文说了算。语文说了算，你说谁？哎呀，不聪明的会错了。是啊，这只能用语文了。都。你赶紧干的呢。你这放凉凉了，后就那哈子发豆。人家那他就是抓跳起来不一样，这比韭菜秧子跳跳。嗯，这样子。粉条哈了哈摆了。不要装这都。啊。装了，哈缝一把不去不去了，哈缝长大好吃了。你要吃边缝菜吧，是，你就在比如再跨下去了，明年咋个整些个？你要吃边缝菜。还要比着跨嘞，有，我比着跨面条。这吃这个粉条可真不容易啊，把眼下的钱烧出去。咋别挂了？准点了是，准他了是，咋的又不挂了是？这个，为什么你那些事情呢？谁是只怕种菜，粒粒皆辛苦，我就是说。还来个后半生，你该钱拍两回，准客人的事。你要钱拍吧，花了时间。你说那都你瞧，我说今儿那今儿那是了，还有五六千，没了，没了，开始，嗯，阿豆拿出了啊，我给你。你要咋着砍一百来二斤，小了就砍43根粉条，哎，不少儿。圆球都盖着了，俺可不圆球过了，就丢了。不用圆球。你改的了，他说那没看来你拍台子以后就要加上工资，工资在工资高。头讲呀，你试一下兜儿兜儿。不是到底听谁了呗？这股东就没有分，就分的服。你当家我当家。哎，你当家快过，咋过？那会儿哈都听，咋了？